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文安老跟我说，有个靠谱的学长。 谢谢你啊，师兄，真的帮我大忙了。我今天去张和医院，正好听杨主任说起，就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，回头杨主任会打电话给你，亲自解释和签署这份文件。师兄，这一次真的帮我大忙了。但你也不用谢我，也是你运气好，正好有一个人他自愿退出。 所以，苏渊女士就顺利补位。那你就是我的幸运星，或者你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信哥。<笑>信哥飞累了，要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啊？说吧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黑珍珠米其林随便你挑。嗯，去哪儿吃啊？回家吃，我饭都做好了。<笑>妈，这是杜云成，是吧？啊，这是我妈。 啊，阿姨你好，我就是杜云晨，<笑>是文安的大学学长。学长好，学长最靠谱了。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，是吧？<笑>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文安老跟我说啊，有个靠谱的学长，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。<笑>走走走，苏菲啊，还做了好多好吃的呢。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？来来来，回家，回家吃饭。 哎呀，别不好意思了，走吧走吧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难道一切是我的幻觉，一直是我在自作多情？ 就得这，输给你，我心甘情愿。如果这都不算，那我到底还算不算认识的？ 不当逃兵，是死是活都得问个明白。就算结束，也要画上完整的句号。